看来偶尔度假还挺好的。只要跟爱的人在一起，在哪儿都挺好的。那你离开的这四年，有没有想过另外一个人过得好不好？嫂子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一个人独居在国外。 的不太好。小叔，你知道吗？爱情里最重要的就是信任，任何事情都可以两个人一起面对。好的爱情是没有秘密的。说这句话的人。 研究要严谨认真，大胆想象，小心求证。哎，我先给我小哥看看星盘。哟，今年有桃花运呐！我再看看在哪个月啊？就是这个月。再来跟那个女人合个盘。这个盘也太符合了吧！ 迷恋情，暗度陈仓，充满着欺骗和隐瞒。看来我错怪大嫂了。小哥就是大哥，哈哈，没有什么能逃得过我处心的一双慧眼。我得去找他谈一谈。 照片都收到了吗？多找点水军，把热度再炒高一点。叔嫂绯闻。喂。你去了鹿城。是啊。 来了才觉得我这四年过得真是太绝了。是跟楚子安一起吗？怎么，度个假还不能找个伴儿啊？妍真，你们先别吵了，你们已经被盯上了。公关部收到了狗仔照片。什么？老板出来度个假，要不犯法拍就拍了呗，你们自己想办法处理。 这么快就有绯闻了？看来，暗处的人已经知道我们查会计的动作了。不良绯闻会影响公司股价，你就真的一点都不担心？担心啊，当然担心。我担心他们把我拍丑了，也不知道这些八卦媒体会不会修图。 怎么样？之前我们怀疑的那几个人，最近都没有动作。但是，有关安氏集团叔嫂恋的绯闻，是被人刻意炒作的。几个参与讨论的娱乐账号，几乎是同一时间发布新闻。前期有人故意放出消息，
后面有一股未知的宣传投入，再推波助澜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接下来的12个小时内会热度激增。舆论操作还挺熟练啊。要出力吗？王忠明跟营销公司交集最多，他最可以。没事，再看看。那接下来真的要。 找到这儿来的，嫂子，我算的，我看新闻看的，对不起。什么？我说对不起。你要不把面罩摘下来说呢？我说对不起。 我怀疑有些事情是我搞错了，所以之前都错怪你了。我不应该跟你处处作对的，我也不应该那样说你。嫂子，我错了，你这几年是不是对我很失望，也很难过呀？哎，对不起嘛，要不你打我一下。嗯，或者你有什么喜欢的包，我买来送给你。你给我买包啊？ 是啊，那我的包都是你买的，公司的钱也都是你赚的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道个歉，把自己委屈成这样。欣欣，你订房间了吗？跟我睡吧。啊，嫂子，你最好了。好啦，走吧。 哇，小哥，你竟然让我吃甜点啊！你是多久没吃甜食了？嗯，小哥，你最好了，大哥从来都不让我吃甜食。他是怕你蛀牙，没良心的。嗯，你好好吧，快点。哎，快点。 哎，小哥，你还记得你从那个尼泊尔给我带回来的那个红水晶吗？那个链子坏掉了，你能不能去找店家给我修一下？国内不能修吗？哎呀，这种贵重的东西它必须要去原产地修，要不然它的材质就不纯粹了。快，真麻烦。大哥，你暴露。 小哥从来都没有送过我红水晶，那是你送的，你中计了。